红天石怎么样？一、光照。天石花对光照要求不高，全日照条件下生长良好，茎节粗壮，株形挺拔，叶色浓绿，花朵数量多，花形大，花色艳丽。二、温度。天石花对温度有一定的要求，在15度到35度之间生长良好。北方朋友冬季搬回室内养护，需要放置在向南阳台上，尽可能多接受阳光照射，避免徒长。三、土壤。天石花对土壤要求不严格，在原土和粘土中种植时，要求注意排水，避免积水导致烂根。红天石叶片清新美观，特别适合盆栽观赏。